兔子姐姐，你知道要注意哪些安全吗？火箭，火啊，一定会飞得更高。兔子姐姐准备打开燃气灶。停，小朋友是不可以玩燃气灶的，很危险。我不玩燃气灶了。兔子姐姐在泡澡，溅出了好多的泡泡。哎呀，好疼啊！怎么了？浴室很滑，要小心走路。我知道了。兔子姐姐在大口大口地吃着美食，她越吃越快，越吃越快。天哪，她噎住了。外婆递来了一杯水。哎呀，吃东西要慢慢吃，不然会噎着的。我知道了。兔子姐姐在玩调音井盖。它掉了下去。不好！外婆拿出鱼竿，把兔子姐姐钓了上来。井盖下面很危险，不可以跳井盖。我再也不跳井盖了。请看下一集。